以前总是很怕自己一个人，现在总是嫌一个人的时间不够多。Thank you.
成段片都冇讲过嘢，讲两句，配合翻个主题，一个人露营，可能就系一个成年人定期需要俾自己一个抽离嘅机会。一个人望住个海，睇住个星空，以为会有好多嘢谂，就好似一个人露营咁样。以为会有好多体会，点知当真系坐到喺度，听到啲海浪声，原来个脑只系一片空白。一个人嚟露营，初衷都系想调整一下生活嘅节奏。本身好少时间留喺香港，一直都喺外面，不断不断。咁样转变住节奏，因为疫情留咗喺香港差唔多一年，生活整整一年冇改变过节奏。或者长大之后，一个人只需要生活嚟少少唔同嘅刺激，就算露营去到营地。周围有其他人，你亦都感觉到无比嘅自我。明明一个公屋单位同隔篱屋嘅距离都系差唔多，或者大个咗之后，一啲好简单嘅节奏转变已经刺激到我哋。